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出的就是最佳原创歌手奖，一起来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，在我们的榜上榜舞台上有过精彩展示的这些歌手们。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，经典时刻，荣耀回顾。用你倔强的姿态掩饰你的无奈，推不开的虚伪和依赖。我害怕自己受伤，有时找不到方向。总要出洋我的骄傲放纵，我出也出不回我纯净光源，任风吹。终极的爱丽森，像孩子般的可爱，像永远你崇拜。真的，回顾四年的时光啊，有太多的原创歌手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原创歌曲。那究竟这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？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委会特邀评审徐志同先生为我们颁出这个奖项，有请。你好，让我来颁这个奖的时候，我就是最希望颁的就是这个奖，因为我是教创作，我也从事创作，所以我特别关注创作。那么今天这位获奖的歌手，他还有很多身份，他也是在一个组合里面。获奖者是。谢谢你们替我说了，王源。恭喜王源。怎么样，获得了这样一个最佳原创歌手奖，心情此时此刻激动吗？其实我还真没有太料到会得到这个最佳年度原创歌手这个奖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的奖，很有分量的奖。对，很有分量的奖。没有想到我在算是刚刚起步的时候能拿到这个奖，拿到的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的肯定，那也是激励着我之后继续努力吧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不足，要向台下各位前辈讨教学习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自己能够成长成一个厉害的歌手。谢谢大家。谢谢王源，也谢谢徐志同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奖项，就是我们榜上榜年度最佳中文歌曲奖，有请榜上榜的特邀评审舒楠先生为我们颁出这个奖项，有请。舒楠先生，你好。还是特别的激动哈，虽然说过去的四年中我几乎每周来给获奖的歌手颁奖，但是今天情况是不同的，我看现场的观众太热情了啊。我来揭开这个奖项，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年度最佳中文歌曲。哇，这个歌手的年纪好像跟这个歌名是一样的，谁啊？大声点，我听着谁。王源，十七。恭喜王源。来，有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可以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。好，能得到这个年度最佳中文歌曲奖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然后十七这首歌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，也是在我17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也希望自己
也其实在前几年开始慢慢的走上原创歌曲这条路，也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歌曲带给大家。那这只是一个起步，之后我会更加的努力，唱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听。谢谢大家。谢谢王源。真的，这首歌曲真是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哈，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。又帅，唱得又好。嗯。好，让我们感觉了浓浓的中国风扑面而来啊！对，没错，我现在又在了歌手区哈，现在身边的是吉克隽逸还有王源，你们好。过年好。对，今天要特别恭喜王源哈，一下拿到两个奖项啊，最佳年度金曲还有最佳原创歌手奖，不得不说恭喜啊。好，太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真的是感觉非常荣幸。希望来年加油，继续加油吧。对，继续加油。而且今天王源来呢也带来了礼物，包括吉克也带来了礼物，对不对？先说王源的礼物吧，因为你刚刚拿奖，对不对？送给大家什么样的好礼呢？我拿的就是工作室的礼盒，就一个小礼盒可以送给大家的。就是里边有什么洗脸的呀、洁面的呀、让你吃的呀、让你变成一个精致的人。就是我们用完了王源给的礼物之后，就会变得跟他一样精致，对吗？我不精致，我很糙的。不能再说了，再说他就腼腆了。来看看吉克的礼物，这也是我们俊宇文化做的 The Black Bone Box， 是一款限量款的表，就是全国只有200块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一个表就是比较酷，因为大家觉得我都是一个比较酷的姑娘嘛，所以限量的表扬也送给大家，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那个红红火火，身体健康，2018都厉害起来。好，谢谢二位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曲当然是来自王源了，就是刚才那首获奖的17带给大家，有请。下山川和海洋，昏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，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，被遗忘的过往，遗忘的就让它遗忘。蝴蝶飞过了山岗，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。故事不能停在这第七章，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。我害怕自己受是找不到方向，旅途匆忙，人生漫长，追寻一个不存在的地方。我害怕世界疯狂，跌跌撞撞，时间湍流，磨灭我的锋芒，不想要这样。
像是可以落下山川和海洋，黄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，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，被遗忘的过往，遗忘的就让它遗忘。蝴蝶飞过了山岗，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。故事不能停在这第七章，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。我害怕自己受伤，有时找不到方向，旅途匆忙，人生漫长，存在的地方。我害怕世界疯狂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时间湍流磨灭我的锋芒，我真的不这样，旅途匆忙，人生漫长，追寻一个不存在的地方。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王源，谢谢。